喜欢吃火锅又喜欢拍照的朋友看过来，附近又开了一家新的火锅店咯，还翻天。这里的装修是香港复古风，喜欢拍照打卡的绝对不能错过，每一个角落都非常适合拍照哦。这里必点的汤头就是猪肚汤与番茄汤，这里的火锅是单点式，想吃什么就点什么。喜欢吃火锅的快来这里打卡吧，有什么推荐的餐厅记得留言告诉我哦。